度漫遊呢，漫遊的原因是什麼？是因為我們找不到，不是啦，不關事咯，一定不關事咯。挑戰唱 K， 唱 K 台中，不會的，我會焗到給你送唱歌給大家聽的。四，我們間房是410啊，好像不是這邊，我覺得是不是這邊？是啊，這裡我410咯，你去哪裡？我突然間就在這裡唱歌了。我覺得起碼都有85分咯，唱得咁好聽，係咪先？冇啊，我冇85分啊，點算啊？我想說我是真的唱到三段高音的，只不過是這支麥克風收得太差了。好神奇啊，耶，成功了，好，我們走了，要不被人說。是啦，好神奇啊！半個鐘之後走。咩啊？